东区粉圆呢，是一家不论台北人、外地的旅客，甚至是外国人都必定会来拜访的名店了。位在这个热闹的台北东区精华地段，这里的冰品呢不分春夏，一年四季啊都是大排长龙。无论是哪一种配料，都各自拥有死忠的拥戴者。东区粉圆呢，创始在1984年，消费者可以先到这柜台前点选配料之后，然后再制成冷热甜品。这里的选择都超过了20种以上，选择1到4种都是均一价台币50块钱，其实是相当便宜的。此外呢，这里也强调所有的食材都不添加任何防腐剂，保证能够让消费者吃得很安心。